给予了热烈的掌声。正在这时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这里面是马鲁饲料的。马鲁是个什么？马鲁是一头雄性，就是体格比较壮。站立。他们到了每年这个发情期，他们这个雄性还是会争夺这个交配权，在这个时间呢，他就和这个卢卡这头海狮，基本上每天都要发生这些小摩擦、小矛盾，这个卢卡他是争夺交配权，他有时候他也不服马鲁，故意挑衅他。怎么故意挑衅啊？表演的时候，他如果驯养员看不见，他就会跑到水里去，在水里等着马鲁下来，就在旁边不停的游，就喊，就他的意思就是马鲁来，你下来，咱们再教养一场。有本来一下，今天再教养一场。那马鲁会下来就应战吗？马鲁如果你安抚不了他的这个情绪的话，他唰的就下去和他打起来了。真打？真打！翻江倒海，在里面上蹿下跳。哇哈！他们的打就是咬是吧？不会拿旗抽对方。他们的打架就是杠脖子摔跤，有时候也咬。杠脖子摔跤，因为脖子互相打，脖子压脖子。角力，就像那种人类那个大力士的角力那种，就像人摔跤一样。这个体型小的、力气不足的就会被赶到水里面去，谁在岸上谁是老大。谁在岸上谁是老大？对。这个马鲁本身性格怎么样？是那种特暴烈还是？对，马鲁本身性格就是急性的，比较暴躁。驯养员如果对他们之间的裁决不公平的话，而且对驯养员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。他是极恶如仇。他的凶猛程度能打到什么级别？血淋淋的。打的时候，他们这个。不打出这个老大来，他是绝不会放弃的。而且今天打完了，明天还会打。两头海狮打架的时候，这个母的如果状态不好，也会中间会出现这个起哄那种现象。当卢卡跑的时候，如果你看不到朗道，他一看你没有制止这个卢卡，他就认为哎呀，他下去没事，我也下去玩去。他也跟着他去玩去了。但是这个朗道一看到你对这个卢卡。这个采取了制止措施，他一看这个事也不好，自己就突跑回来，赶快回来，还有这情况呢？对，哎呦，那没想到这海狮也那么聪明啊！海狮在这个字上感觉是三四岁小孩的水平。为了制止骚乱，驯养员马上制止了挑衅者卢卡，但就在这时，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。